8月8日是倪妮31岁生日，好友陈坤凌晨之际便为其送去生日祝福，而作为好闺蜜的 Angelababy 到现在仍未有动静。倪妮与 Angelababy 是在2014年在拍摄电影《新娘大作战》中相识，而后变成了好闺蜜。连续5年来， Angelababy 每年都会给倪妮发微博送去生日祝福，不知今年倪妮是否能等到 Angelababy 的生日祝福呢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